想来这边帮别人借阅啊，然后可以多在这边看看书，所以我就跟老师志愿说，我想要来这边帮别人借阅，当图书小志工。罗东啊，我们这边的三星图书馆都会去借书，然后几乎那些我爱看的书都被我看完了。台北会比宜兰的书还多，有空的话我就会跑去台北借书。是没有补习班，他们如果要补习，一定要跑到，三星四街去，所以相对小朋友他们在文化刺激这个部分就比较薄弱。这边来讲，其实大部分家里面都是务农为主，那家长本身会陪伴小朋友的时间本来就不多。很多的近视书生其实都设立在就是比较繁华地带，可是我觉得人不能独享，应该要分享。所以那时候的那个心意就是说，应该要开始到比较远的地方，不管是偏乡或者是那些很多就是比较大家没有比较难去到的地方，我觉得也跟他们分享我自己很喜欢的书，改变我这一辈子很重要的书籍，所以就开始有了近视阅读书轩。书轩算我们学校第二个图书馆呢，结合我们近视书轩，结合我们学校的课程，包括在固定课程里面，包括在弹性课程里面，我们都会以阅读为做第一个优先的考量。第一本，我一本书大概会看两三遍，因为一开始看是发现它的图，第二遍看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字跟图有什么关系。近视书轩的那些教我们就是人生道理啊，品德要好啊，然后对同学的关爱分享那些的，我就觉得是图书馆看不到的。我们希望说小朋友他能够自己主动有那个兴趣，有那个动机去拿一本书来看，而不是说你今天 push 他说，哎，你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。主要我们就是多营造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多给他们这样一个场所或者是研习。或者是活动，让老师都带着学生一起来做。你帮他挑过好书，就像我自己小时候，我的爸爸妈妈其实是帮我挑选好书让我阅读，所以这是我很印象深刻。偏向的孩子，他努力上进，他都可以在这个社会发光发亮。